2019年亚洲小姐香港选区的入选佳丽呢日首次亮相，前亚视艺员罗琳呢次身兼赞助商和评判，实行出钱又出力，好多好多回忆，系啊，咁啊有好大部分都是好的回忆啦，因为其实以前喺亚视做嘢啦，咁好多同事都好像 好朋友，有似一家人咁样，特别嘅系温馨。唔知道罗琳同身为主持的陈启泰又睇好边位佳丽呢？因为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差少少嘢，因为他哋的衫嗰度冇号码，通常佳丽都会有号码，今天冇。咁其实我心目中其实有四个咧，已经系印象好深刻嘅。咁希望他哋到时的演出，如果好的话咧，应该得三甲都会入嘅。对于今晚亚姐，我发觉佢哋学历真系好高，高度亦都好好，有几个咧真系好标青。哇，我行埋去咧，真系到我眼眉嘅差唔多。其实自己今日第一次同佢哋见面咧，都有少少心水嘅。不过咧，作为大会嘅主持咧，我唔可以咁偏心，就卖个关子先，唔讲字。